总觉得如果这个开放世界地图有没有超过两个人的话，那难度可能会变很低，因为只要火力压制就好了。原来邪教徒不是很多人吗？因为我端着那个机枪啊，哇，几十个人一边说那个什么教父万岁，有没有冲过来？妈，我的 shooting。子弹我都还没换就死光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汉吉跑进来，而且为什么你是那个谁的妹妹不是吗？对啊，是邪教徒的妹妹。对啊，而且还没穿鞋，没穿鞋，然后还没穿裤。只是个妹妹，当然是的个妹妹。你快踢我的狗！小博，他是邪教徒吗？对，好解决了。我都没看到他到底在干嘛。我是职业的狙击手啊，职业的狙击手，这样你打得到。欸、前面有一台，让那个炸掉，让炸掉，让炸掉。追他，追他，我在追。追他，追他，追他。勇猛吹了，勇猛吹了。好，炸了，好，好，炸了。什么？杀光所有的动物！杀光所有的动物！对啊，还没炸到。动物保育团体会很愤怒。会有确保这两个字出来，就是会有敌人会出来。他的意思是应该，他应该是担心牛被打到啊。对，他担心他的牛被打到。那也有找我的牛。How dare you！我拿到烧焦牛肉了，被标记了，那是什么鬼啊？这个是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剧要进入那个，你要进入剧情了。前面我清洁，你才不干净啊！我不干净。他说话说了一半，然后擦他鼻孔，把他空气挖出来。那你就挖呀挖呀挖呀，把他的空气全挖出来。哎、欸，那你跑哪去了？我在这啊。哦，哎，你抱一个。对，在我画面里抱的那个人超僵硬的。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哎呦，跑不过去！来来来，要从这边走。那从旁边走，从旁边走。来来来，没事没事。对，不提包在这里，这啊这里有医疗包，快点，他。他跑过来了，他跑过来了，不行了，啊、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哦，我看到。你是故意狙击我的吗？没有啊，刚那个跑很近呗。职业狙击手，但是我会没子弹了。没有子弹的职业狙击手，剩一颗。好好的排排站的话，我可以打到你的。你没看过那个狙击神鹰，有人一枪打四个人的蛋蛋？好兄弟一起走，一人一生一个蛋。等一下，我先关闭一下警报器。空蕊啦、哦！我看到你用那个棒球棍子爆他了。棒球棍超爽，好不好？铿铿响，跟光头王的头一样，铿铿响。光头王！哇，他挤的那个终极载具要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也没有游戏体验了。不行啊，这样子的话都没得玩啊！啊！哇，那什么鬼？外面有一个车队经过哎。Later。我按错了。好了，解决了。
对，跳伞，啊，没跳过，空降大兵。试图要杀他的阿豪。为什么会有人养豹当宠物啊？俄罗斯人啊。阿桃的点心，我头在哪？哎呦，我听到声音嘞！他要出来了，引回家，要丢啊！你要用丢？哎哎哎，加啦加啦，小鸟啊，冲去那里！我知道了，你慢慢吸引他，我支援你。嗯。狼啊狼啊 ！One hour later， 他往回跑了。你离阿桃太远。哎、欸，阿桃，这样一路等他回家，不知道要胖几公斤呢、欸？这样一路吃回去，一路吃回去。Damn boy, he said. Two hours later， 阿桃跪求，阿桃跪求，跪求，哇，家师傅又打我，哇。Eventually， 哎、欸，敌人。快点把饲料丢到敌人那边去！阿桃被自爆了，你后面有人啊！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棒球棍，我在摸摸阿桃，阿桃别骗了，我给我站起来！哎呦，这个人死的好舒适啊！他说要跳上滑索。就会直达，在这呢。哦，去！为什么你摔下去啊？靠！我听到你叫了一声。我看到有个人滑下来，这是正常的吗？I don't think so。就跳过来就好了。哎呦，跳过来就好了。我想说会看到你跳失败，好可能哎、欸，我超强的好不好？对，走过来就好了。然后跳过来，啊干！That's right 是、啊。是啦。那个要炸爆。那个人直接飞走了。那个要打爆，那个要打爆。然后我就听着悠闲的音乐，看着前面那台车爆炸。这就是美国啊！哎、欸，前面有台邪教徒哎，他后车斗能翻起来，是他，他又翻一个，我刚看有人飞去撞墙哎，有一个人拿着球棒冲向机枪塔，他在开玩笑吗？America。哎、欸，又来一台，激发了廉价人的本性。Look what I'm whipping up, look how I'm kicking up。等一下，他一直拿个罐子在丢你。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罐子啊？哦哦，他丢石头，好凶，好凶啊！我不要到狙击手了，啊，狙击手等一下也是先 build。丢掉，对，要先 build 狙击手。狙击，中爆头。我没有狙到他，我尴尬了。啊？我看到你很无助的在那边看。哎、欸，他说援军要来了，从东边来了。在你的右，看到了，在我这边呢、欸。你右边也有。然后有一个滑过来，滑到我的射击线上，被我射死。在你后面。咪咪。我看啊，好在有那个人都被撞了。强大火力支援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解放了。解放了。伤也很快呀、啊，所以我就是你的强大火力支援。不丢、啊？为什么你是罐子啊？因为坐在车上是罐子。
然后呢、哦哦？你看他喝了多少啤酒在开车的？干嘛要把你要把扛去哪？我想说，我一直想要把它丢到后斗里面有。还是在颤抖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快点，他自己烧死的。他们要攻击你，他们要攻击你。我看那个变态女在那边烧人。而且还不是用大火，用小火故意慢慢烤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、欸，哎。异教徒，异教徒，异教徒，他跑，他跑，快快快快！恐惧了，快快快，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！我操，烧死异教徒了！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！炸了！哇，这里有大桶的，这有大桶的。哇塞！我靠，你这么近都没事哎、欸！橡皮猫，哎、欸，那什么东西、啊？火鸡，火鸡，火鸡，真的火鸡呀、啊！不是，我笑出来了。那才是真火鸡。跳窗逃生。哎、欸，火鸡还在跑，而且他边跑边跑还捉我呀！他找我跑还捉我，他有恐怖的。是什么火系神奇宝贝？哎、欸，枪有友军伤害吗？没有啊，我记得他好像可以开耶、欸，可以开友军伤害，我记得有啊。可以起友军伤害，关闭我开，我找到了。Later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，去死！一棒就快死了。哇，两个都用了。哇！哇！一棒残血，哈哈而且用小火慢烤呀，细火有烤到吗？细火慢炖，我终于知道异教徒，知道异教徒的感觉了。我到了，近战武器按住，然后再放开，他会往前冲一段，然后再攻击。哦，真的耶？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朝电，我实在对你太。我对草甸失望，我是对你失望的。你说往前冲啊！呀！火烤就是美味耶！有一个人风发了疯似的朝我冲过来，火焰魔人一起死，不要死，一起死，一起死！可恶，没死！哎呦，没事！哎呦，烧起来，没办法救你。而且这个人从刚刚一直在修那个洗衣机呢，都没有不理我们，在后面玩。你看起来能把自己顾得很好的样子。烧他，烧他，烧他！我告诉你，我好不好？你好，好不好啊？你好不好啊？你。刚从水塔拆下来的。我也有啊，我有耙子。你说耙子那个愤怒村民在用的那个吗？对啊。还可以出来的，啊，登机呀！把这个玩断了，看看你们这些人有多凶残呢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小火慢烤那个汽油桶，好不好？在哪里？对对对，那也烧！哦、可以拉我一下吗？拜托！他看我直接可以看到他的内裤、啊，真的吗？那你就不要蹲我下面就没事了。你自己爬那么高，你还敢说你不犯贱？